念书小队大作战。原来是你呀，格格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？格格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虽然是老鼠，但是从来都没有伤过人呢。我出来偷吃只不过是天性，难道你还要叫我去种米给自己吃吗？说的也对哦。况且出来偷东西吃都不止我一个。我只是肚子饿，所以才会出来吃点东西的嘛。这样吧，放你也可以，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以后都不可以伤害皇宫里面的人，尤其是我的皇阿玛，知道吗？请格格放心，我身为皇宫的老鼠，我一定会讲信用的。那好吧，你可以走了，再见啦。哎，格格，你还没有放我出去啊？是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把这个给忘了。哇，好大一只鲍鱼啊！哇，好多大鲍鱼啊，很久都吃不完呢。原来是做梦，不管了，再睡。怎么有这么多老鼠啊？咦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么珍贵的书变成这样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不是吧？我的鸡呢？哎，奇怪啊，质量这么差。有没有弄错呀？我辛辛苦苦存下来的十二生肖剪纸都没有。接老鼠，衣服都破了。老鼠。没有啊，老鼠阿头昨晚也没有说过今天要来找我啊，难道他们来了？啊，格格，原来你约了他们呀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先出去做事情了。老鼠来了，快点叫小蜜来捉老鼠啦。我怎么没想到猫应该捉老鼠的，小咪呢？皇兄啊，昨晚好险有鲍鱼陪着我，我一把就把它给吃了。请皇上恕罪，那些老鼠真是无法无天，连郡主的房间都敢霸占。奇怪，皇宫从来都没有过鼠患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皇上放心，微臣一定会想办法消灭鼠患。我来了，皇阿玛。皇阿玛，你可以绝对的放心，皇宫里面的老鼠我都认识，只要皇阿玛让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就一定没有问题的啦。没错啊，我记得思思你会和动物沟通的。对呀，这样就不用自己做了。思思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为什么呀，皇阿玛？太危险了，王亲家，
鼠患很大机会会传播瘟疫的，你真的要认真想一下办法呀。扎，微臣一定办到。我真的帮得了忙的，帮忙。皇上，微臣现在有一个提议，既然只有格格可以和动物沟通的话，不如就封思思格格为灭鼠大臣，执行这次灭鼠大计，然后把皇宫内的老鼠都捉光。啊，灭鼠大臣！这样啊，到底行不行啊？皇阿玛，我一定可以的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切就包在我身上了。那好吧，我给你试一下了。太好了，肥郡主，我以后就是灭鼠大臣了，好好玩呐。那你懂不懂要做什么事情啊？啊，王大人，那我要做些什么呀？格格，你务必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把老鼠捉完，否则啊，现在已经全副武装好了，一定可以的。小兵，我这样是不是很威风啊？嗯，今晚我决定去找老鼠阿头说个清楚，这样我就可以帮到皇阿玛解决问题了。思思，你真的很厉害呀！哪有啊，皇阿玛？你说的容易。我们就不会伤害你们的。胖，你在这里。格格，是你啊。你身为老鼠的老大，是不是应该督促一下你的小老鼠们不要在皇宫里到处闹事呢？当然。你能做到再答应我。格格，你放心，我都答应过你了，就一定能做到的啦。我们都没有伤害过皇宫里面的人，我们只不过是找东西吃而已。哇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回来了，小咪。都说过你了。小咪啊，来嘛，小咪啊，忙一下忙喽。你是一只猫，是不是应该捉老鼠呢？是你自己说要去的，为什么拉我下水呀？而且谁说过猫一定要抓老鼠的？红鱼猫猫大餐20罐，你怎么哄我都没用了。既然哄你都没有用，那就嘿嘿嘿嘿。我拿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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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那么巧，正好我也要去那里。那一起去了。好啊。我很喜欢呀。亏你们还说是我的朋友呢。不亲了，不亲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还可以找谁帮忙呢？看来真的是没有人肯帮他了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是很好啊？他答应别人之前都没有想过后果的，这次就当是给他一个教训吧。每个人都是这样。这几句话好深奥啊，有些理解又有些不理解，理解又不理解。思思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上次不是没有吃到红起黄菊雪耳根吗？我叫萝卜羹，做了放在我的房里了，你也一起来吃吧。啊，好啊。格格，趁热吃呀。谢谢。冬菇，不如一起来吃吧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宫女，不可以吃格格的东西的。这么大壶，我们怎么吃得完呢？我帮你吃。一人一碗，同甘共苦嘛，你说是不是？多谢格格。
味道真好啊！真想不到皇宫的食物原来这么美味呀、啊！好了，现在东西都吃完了，是时候该做事情了。要做什么呀？灭鼠小队，好了，现在准备完毕，去捉小老鼠。哥哥呀，我连蟑螂都不敢打，还叫我去捉老鼠？行啦，你还有什么是不怕的呀？哥哥呀！这对组合真的可以抓到老鼠吗？你们要给我听话！出去帮忙思思，你说怎么样啊？我们先看一下吧。哥哥呀，我们还要抓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好累呀，这个比帮你收拾房间还要累呀。哥哥，看你也和我一样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，就让我出动我的秘密武器帮你吧。是大汪汪。我的神犬旺财，它是很听话的，你叫它走在前面它就不敢走后，叫它吃饭它就不敢睡觉的。嘿嘿，看好了，左手右手，跳过去。谢谢，是不是很聪明啊？哇，好聪明啊！旺财他从小就被我养大，不光武功好，而且连性格也和我一模一样的。好聪明啊，大旺旺！我这么英明神武，还是叫我神犬好了。动物的事情当然是去找动物帮忙了，这样都被我想到，我都算很聪明了。哈哈哈哈哈我看你们这些小老鼠们还敢大胆的招摇过市，大旺旺！没关系，可以再来一次。那里。大王王不要！大王王快坐下！干嘛？你这样一口咬下，那只老鼠不就没命了吗？格格，是你说要我捉老鼠的吗？我不用口，难道用手吗？但是，看来还是没有捉光那些老鼠啊！格格，记住要遵守诺言，在限期内捉光那些老鼠。我该怎么办？这本不行，这本都不是灭鼠的。咦，鼠年运程，这本是谁买的？就是你。哎，买这么多没有一本适合的。那去市集再找一找吧。你呀，本来就一直想帮着思思，口硬心软。你这也是啊。哼，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帮到思思呢？法兰西制造老鼠家，专家老鼠尾，德国制造老鼠笼，保证有进没出。
还有还有，印度老鼠药只需半滴就可以令500只老鼠魂归天国。那就不要用了。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这些，是要找出他们的藏身之地。我想到了，老鼠专偷东西吃，我们就从御膳房开始找吧。原来如此。思思，谢谢你们两个了。我们只是碰巧在这里看书而已。我就知道，我要是有了麻烦，你们一定会帮我的。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？以后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想清楚。放心吧，我下次会量力而为的。哎，暂时听着吧。柔柔、华伦，谢谢你们了。谢谢你们啊。说实话，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的？我想是我们来之前吧。格格，是不是想吃东西啊？没有了，全部的食物都给老鼠吃光了。我们是来捉老鼠的。先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喵。小咪，你来的那么巧啊！帮我去看一下是不是老鼠洞啊？你觉得我进得去吗？那也是哦。冬菇，武状元。只要封住那些有洞的地方，自然就没有老鼠了。灭鼠小队，赶快去封住老鼠所有的出入口。是。终于封完那些洞了。靠我天生的直觉，这些全都不是老鼠洞。小咪说不是那些洞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直觉这些东西很难说清楚的。这里，喵。这里，喵。这里，喵。你们这些人，看完就快点走吧，不要打扰我吃鲍鱼啊！大家分头走。这里没有呀。我这里也没有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别的地方找找。是。是。去，浪费我的时间。等等。怎么了？喵。原来。什么？在这里。武状元。不是被我找到了，格格，喂，不要大力啊！你太淘气了，记不记得答应过我些什么事情啊？我是老鼠吗？找洞一只不是应该的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把皇宫弄得乱七八糟，现在还敢说这样的话？为什么那么热闹呀？不在几天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你是父王？父王，你回来就好了。臭小子，看你惹的这些麻烦事。你们用不用翻译呀？一看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说过什么呀？吃完就走，不可以捣乱的吗？思思格格，是鼠王。我的这些小老鼠们给您添麻烦了，真的非常抱歉。这个东西就送给您，以表我们的歉意。谢谢你了。格格，正所谓国有国法，鼠有鼠规。现在我的孩子们弄得这里乱七八糟，我一定会帮你恢复原样的。喂，大家要用力的擦呀，听到了没有？去帮忙。喂，格格，你还用这个标志啊？是呀。思思，你真是厉害呀，可以让老鼠们那么听话。想让皇阿玛赏赐些什么东西给你呀？皇阿玛，其实我这次这么做不是想要得到些什么，能够为皇宫做点事情我就觉得已经很光荣了。况且这一次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
我的朋友和小咪都帮了我很多的忙呢。切，那还不是要靠别人来帮。说得好，思思不愧是朕的女儿。这样吧，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，朕就。我就知道你们肯定会帮我的。你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他了。有鸡腿吃真好啊。哎，其实弄到有鼠患的最大原因是什么，大家一定都清楚了吧。喵。星星挂在天上亮晶晶，我也好想有双翅膀去飞行，想到哪里都可以去没问题，无忧无虑，天晴了不怕下雨，喜欢淘气，快乐无敌，明天穿件新衣，猜猜谜语，做道难题，世界充满好奇。世界很大，好多美丽的惊喜，每天都有新的成长，真有趣，开开心心，没什么烦恼事情，喜欢淘气，快乐无敌，明天穿件新衣。